现在是1:42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车上，我们准备要去突袭我们在夹娃娃机夹东西的粉丝。虽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粉丝，来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上那个录影监视器画面，几位有几位？他们现在应该是还蛮多的，就有人就蹲坐在那边，六个吧，越来越多人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突袭一下，顺便补货。对，因为我们里面的东西快要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好，我们就出发。准备好啦，出发。欢迎捕获人吴小编迷你乳。我都在想捕获，这还有东西吗？可是里面没有快递。我只想夹派立德，哎，所以你们觉得我们的东西算好夹吗？很难夹，真的。我们等下夹，我夹一小时。我们等下夹看看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夹看看，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可以夹到一样商品？900。300块左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两样东西，就是这是我们的实证。
对对差不多300左右。对，300左右。如果呢你得不到的话，就是位置不好。得不到的话，就是需要找一下台球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做完夹娃娃机的实测之后，我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。那现在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次的计划，希望大家觉得很喜欢。那大家记得要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还没想干嘛？所以我们这一次节目是帮这个奇儿士气泡水工商哦，谢谢你的工商和赞助。不开玩笑的，谢谢。不用甩。你过去再甩，太早甩了，不要甩。是人甩啊。没有这样甩的，没有这样甩的，没有甩，没有这样甩的。